各位啊，大家好，我是老胡。今天早晨有点雾，但天气还是不错的，挺舒服的。穿 T 恤的外面走路，比较的凉爽，不冷。最近感觉这个香槟地区呢，疫情，我个人感觉是下来了，这个疫情的控制。比方说这个电影院也都开放了，我呢也去，这个周一我也去电影院看了一场最新的在美国上映的电影。这个电影可能在海外在其他地方已经上演了，在美国但是最新的就是这个 Tenet 这个是，说实在话啊，看一遍看不懂，这个电影太烧脑了，应该还得再去看一遍。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这个故事讲的太难懂，真的太难懂。 Christopher Nolan 讲故事的水平太高了，应该说是太高了，我是看不大懂。当然语言方面有些讲的一些典故啊，一些故事也不是说完全的能够懂，这也是事实。所以看完了这个糊里糊涂，再有呢就是我这个昨天我开始去小肖的去这个大学的校园区干会活，送些餐。昨天一点钟吧，大概开始去的，中午啊干到5点钟不到就回来了，因为比较在意嘛，戴着口罩送餐，接送餐我也戴口罩，因为你到餐厅里要去取餐嘛，跟人还是有一个相对近比较近的距离的接触，没有开始送人啊，接人送人的活儿，还是稍微看一看吧，所以不能干时间太长，不然干时间短一点，稍微干一会儿，干了4个小时，你老戴着口罩实在是不舒服，闷得厉害，再加上这么久都没干这种活了，感觉好像有点生疏了，不是别的生疏了，路啊道路啊，好像这半年真的是半年了，我是3月底吧，大概3月20几号就停了，就不再干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到现在呢又开始恢复。原来那个时候的街道，不管是大街道小街道都很熟悉，一看的地址就知道是哪儿，一开始餐厅也有概念大概的位置，现在有点生疏了，所以没有干太长时间，再有戴着口罩闷得太厉害了，也不想干时间太长，所以干了会儿，效果还不错。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生意，到这个 Five Guys 取一个餐，取一个 Hamburg。这个地方呢叫 Noodles Company， 他这儿也是来取餐。现在基本上啊，店家还是不准客人来这个堂吃，所以都是 carry out 或者说是 order online。这个地方呢叫 Papa John's， 来这儿取一个大的 pizza。Excuse me.
这个店大家应该都熟悉啊，这是麦当劳 McDonald。 嗯，也不准在堂食，这个地方都不准。现在 Excuse me, is it 天成 is the one? Sarah Finer, yes.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这家店恐怕知道的人不多，这个店应该是比较 local 的了，叫 Meathead， 翻成中文叫什么？肉头，或者叫肉脑袋，就爱吃肉。这家店叫 Perkins。相对高档一点吧，他在限制客人人数的前提下呢，有限的人数下允许客人堂吃。这一间呢是韩国人开的韩式餐厅，味道还不错，在没有疫情的这个时候生意一向都是不错的，一般的都是来满座，去了没有座位可坐。如果不打电话的话，预定的话，到那没有座位。这家叫小凯撒，提供一些烧烤。这是一家 Panda Express， 在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里边的叫 food court， 有它一个摊位。在我们这个区域一共有三家 Panda Express， 就这一家在 shopping mall 里边，另外两家呢都是独立的自个儿的建筑。送餐的时候啊，这个送餐应用里有这么一个流程，现在要求是拍一个照片发给客人。这样避免跟客人见面，也进行了交接。这个送餐的过程中呢，休息了一会儿，到那个熟悉的朋友开的餐厅里边坐了一下。当然他本人不在那儿啊，我只是一般我都去他这个店，给他的生意捧个场吧，甭管他在不在那儿，喝他点东西，吃他点东西，是那么个意思吧。Hello. Hello. Hello. 一份米饭，再配上个菜，再加一碗绿豆汤。由于现在不准堂食啊，所以都是把这个桌椅呢从餐厅里边搬出来，搬到这个楼道里边来，搬到这个空气流通更好的地方。各位啊，早晨聊一开头，后来没有聊下去，是因为电话也来一个电话打断了，就没再聊。今天白天呢也出来干活了，我觉得疫情不是很严重啊，应该是过去了，但是还是有点怕，所以呢只做了点这个 delivery， 没有接人送人，做了些送餐的活。现在是六点多了，快6:30了，6:20，回家了，正在回家的路上。倒不是饿了，刚才也吃了东西了，就是不想干了。今天一段时间没干，现在在干，需要一个调整过渡期，不要一下太忙。我中午一般的是1点钟左右出来。那么干到这时候5个多小时，中间还休息了一下去吃点东西，所以应该是不到5个小时，4个多小时吧干了。
再聊，再聊，啊，找机会再聊。各位还是这话，保重，在这个情况下保重啊。多加一句话啊 ，Uber Eat 比这个 DoorDash 的这个用户群体啊，给钱方面会大方一些，用 Uber Eat 给小费会多一点，这个 DoorDash 小费给的很少。OK， 就这样啊。